anak haram. Wah. Ya, sumpah sih, Bang.谢谢深深的 love，大家晚安。谢谢爱人的飞镖，谢谢海风的飞镖。谢谢思源的指南针。好笑。哎，他真的好爱叫，天哪！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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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它叫超久的，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但它就是一直都在叫。很有节奏感。对对对，怪怪怪，嗯。谢谢哦，这种芒果冰是花生吗？下面那个，好吃，呀哇塞，呀哇西的感觉，就是这么的简单。白天的时候好像就没在叫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叫，晚上的时候特别爱叫，早上的时候好像还好。但早上我也没有一直待在房间，所以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忘记是芒果加花生冰淇淋，哈哈哈哈，好吃 ，Oh my god， 芒果可以加花生吗？应该可以吧。Hello， 晚安。他们要变身了是不是？晚上才叫怎样？变身？花生冰淇淋是云特产，我也不知道，可能吧，因为产土豆。
好吃。不知道，是因为求偶吗？应该不是吧？那也太多天了吧？晚安，会这样叫吗？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可能就是想叫吧，他想要引起大家的那个，他想要引起大家的那个关注，所以他只好一直叫。根本就看不到我啊！难道他会透视吗？透视眼。他哪看得到我？对啊，其实云林还蛮多特产，什么酱油啊、花生、柚子、咖啡，其实蛮多的。就是大部分东西是平常不太会吃到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就不太会想到。不会到失眠啦，可是就是我还是会睡了又醒，睡了又醒，就是有点累，因为还是没有睡饱，然后一直醒过来。为什么有足球员？什么是足球员？不是很懂。为什么会有足球员？嘿，晚安 ，Hello。挂掉了。你是谁墓碑啊？是怎样？墓碑什么意思？哦，还有开直播，那么刚好，芒果青，有听过吧？有应该有吃过吧？不太有印象，就是了，好像有吃过。他都不会累。
听得都好累哦。谢谢朱迪恩的紫种植肥料。嗯 ，C 罗，什么 C 罗？为什么残足球员？问号 ，C 罗足球员哦。嗯，洋葱哦，东是洋葱哦，那个没有很熟。而洋葱我都随便吃，买什么吃什么，应该说有就吃。嗯错。Teacher，Apex 到底是跟真的人打还是跟机器人打？应该是跟真的人吧，组队的那种，就是随机，随机组队那种。大哥，大哥要憋气。谢谢路人的肥料。啊，有啊，我好像有吃过，可是没有很熟，没有很熟悉。芒果青不会啊，我蛮喜欢吃，可是我比较喜欢吃情人果，就是也是那种酸甜的，我觉得情人果比较好吃。如果是芒果青比的比对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情人果的。酸的感觉，嗯，这个磨皮真美好，它帮我磨到瑕疵无间，因为之前有那个痘痘贴很明显，那现在有点消了，然后我就把磨皮开到最大，把磨皮开得很大，把磨皮开到60几，就是没有磨皮的，可是其实它应该内件本来就有一点点，应该就有一点点，因为我的。这个手机的功能其实有美肤的效果，要把磨多一点。啊，消失！好，我怕我把我的瑕疵消失，快消失！在玩新游戏，有很多妹子的游戏，可是我还在玩，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哎呦，看太多了。我在哪里呀？没听到声。真人对战，所以他是真的会有不认识的人给你打的对。谢谢 CQNK 的那什么花瓶，谢谢尾上的爱要爱兔兔，谢谢他们的守护神。嗯，坚果是芒果青哦，是啊、哦，是一样东西啊、哦，我以为不一样东西。谢谢无糖的 love。哦、oh, ，那为什么要情人果不叫芒果青就好？它名称太多，很容易搞混耶。那不会啊，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谢谢四千 K 的绣球花王，哦，那是绣球花王啊。谢谢唐僧的四叶草。
哦，没有玩过这种的，是有点好奇。哈哈哈哈，这个不是还在耶，好好笑、哦。来看一下。不，这个红润也太红润了，吓死人。不是，这是白皙，红润有很红润吗？哎呦喂，我把白皙调低一点。哎，那什么人也算蛮拖的，对啊。这我没有玩过枪战游戏，就有点好奇，就是应该会很可怕，应该会一直尖叫，然后一直死掉，一直被爆头，一直拜拜的。我拜拜了，可爱。哦，那芒果树下也太奇妙了吧，好诡异哦！在芒果树下是什么概念？酷耶！那是我的特色，什么鬼？一直死掉，一直尖叫，是我的特色。哦，皮克拉在唱歌。他结束了吗？哎，还压抑！哎呀他，呀的呀的，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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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要办呢！刚要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我好难过，然后现在还不能往回拉，呀！他是唱歌，他今天是唱歌。太不刚好了，笑死我了！我刚刚看的时候就下播了。对啊，就一直绕，一直绕那个3D 视角，我每次都好不习惯，就会看得很眼花，然后就会眼花缭乱。噔噔噔噔噔！等一下哦。好好笑，哎，めんどくさいな、これ。あ、これだ、これ。待って。就这样。
唱这首歌哦，超难唱的，很看的歌。好好笑，他唱这首哎。哦，150万才听的，好好笑、哦！还有人就扣掉，硬要按退掉，超好笑哎！好坏哦，是为了听他唱歌就对，快笑死！499,400多，然后现在就降到14990多，然后他都退掉了，超白痴的啦！这人退掉，然后就很好笑，到底大家真想听他唱歌，所以就故意退掉。的啦，很好笑哎！来，那个什么，我要说什么？哎，我 iPhone 不认得我的脸，他不认得我的脸，哎，哪里？喂，把个 K 呆，不认得我的脸，啊，一定是我化妆，他认不得我的脸，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是，我之前是那个。不化没有化妆的时候，素颜的时候弄的，那有时候化完妆会认不出来，哈哈哈，超白痴的。你想，一个礼拜要个把你三天累数。好，上次呢，我们登记了10首歌。刚好10首，在这里，大家的小歌单。然后呢，没有不磨皮的，歌唱歌歌，我要看有没有磨皮。好好笑，唱不够是这样。好可爱哦！可爱，自己唱不够，太可爱吧？我就继续唱啊，没关系啊。过了还可以继续唱。那1到10号，然后呢，我要用随机的方式，所以我要开个那个。那个 APP 不是 APP， 那要怎么讲？数字随机，我想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有争议，因为怕大家不知道，虽然我也不知道是谁是谁的歌了现在，但是呢，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用那个。机器来用比较准。OK， 你们设定了1到10，选一个数字。谢谢看米德高真情告白。哪有今天妆哪很用？那我要按，然后按随机产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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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2号在这，看到了吗？2号，这是2号的歌。2号的歌是什么？2号的歌是马宇的歌，是马宇的歌。要啥西格啥啥的，我今天要来练这首。谢谢他们的真情告白，有预售。
对，要抽奖，很好玩。我们现在找一下。呀，啥西库？啥西的？歌词。你这马路马路也没有，马几个哟？我要调亮。它有歌吗？它是要付费的。那迪士尼，不要，我喜欢随机，这样比较有趣。如果照顺序的话，有点麻烦，因为怕会用到重复的人的。啦啦啦啦啦。习惯一下它的旋律。
超可爱的，我也是。啊，这句的音蛮乱的，他这句的节拍蛮乱的，不是节拍，这句话的那 key 就是那个旋律有点奇怪。
谢欢迎认识的日手，谢谢亮的少女哦。我觉得我这边会打结。什么卡米沃呢？什么卡米？
们俩不知道在唱什么。太真的太难唱了，好笑。涙私の T シャツを濡らす二人一つになれたような体温感じるわ恥ずかしいことじゃないでしょう無防備なあなたが愛しい悲しいことを忘れて強いあなた戻るまでこのまま甘えて抱きしめて開けるから一週間あげるからいつまでも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たい傷ついたその心慰めない華奢は私でもあなた受け止められる算是短时间练得起来的歌，耶！谢谢大家。就是从头听，像我就从听在车祸，从听在车祸，快笑死！因为有时候会忘记那个旋律，很好笑。谢谢游戏又当个力，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我是香港，现在能不能听到？泣いているあなたを抱きしめたい私のこの両手で包むように人は誰だって弱くなる時がある男の子が泣いてもいいと思う優しいさせて 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たのか何も消えたりしないから私の胸に顔をうつめ元気になれるなれ私より大きな腹立ってしがみつくあなたが愛しいその髪を指の立てで幼い子供のように守ってあげるからいつまでも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たい傷ついたその心なくさ私の T シャツを濡らす二人一つになれたような体温感じるわ恥ずかしいことじゃないでしょう無防備なあなたが愛しい
強いあなたのドルまでこのまま豆えてで泣いているあなたを抱きしめたい私のこの両手で包むように人は誰だって弱くなる時がある男の子が泣いてもいいと思う優しくさせて泣いたっていいんだよ私の胸にずっと抱きしめてあげるからお茶飲みは快好多谢谢大家。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难，但其实旋律不会很快就还好，对，是旋律不会太快或太复杂就还好。谢谢大家。这是亚萨西库萨塞的，是马友的歌，马友的歌，马友友的歌，马友友的歌哟。好，然后一样，我们再从这里面选，那等一下，一样，再从这里面呢挑出一首歌。嘟嘟嘟嘟嘟，八号，我们的八号中奖，八号是什么呢？八号一看到，应该是我没有听过的歌，嗯。八号，等我一下哦，因为那个字我突然忘记怎么念了。等一下哦。不是，我的，哎，等我找歌词。有没有整句啊？看一下苏拉，的，所以就是你说。憂鬱な空が、好きなんだってドラマじゃないですよ。歌詞だ歌詞。いいかな。でしょ。好。OK。这里找到吧。憂鬱な空が好きなんだ。没有啊，对ですね。你说。嗯。嗯。
要做什么？等一下我要做哪一个啊？因为你要传影片给我啊。我在拍单，太大了，太大了，那这样呢？他们哪看得到？快笑死！要做哪一个？等一下我要离远一点，我的拖鞋卡住。手工艺，最近我和我妈在家里太无聊了，怎么卖卖完会那么长？不是，这是绳子，然后我们要做，妈妈你知道做什么吊饰的吗？哦，花盆的，吊花盆的，反正就是小花盆，然后用编织的花盆。然后呢，这首歌我下次再练。然后呢，反正就是我妈买了绳子就对了，然后就要开始编织。呵，我很难的，等一下，它一直晃就是了。啊，是不是弄错边了？反边了。哎，它会一直晃，好讨厌哦。哦，对啊，因为它这个不能转边。哪你这个不能转边啊，会晃。它这个不能转正面，它会晃。啊，包粽什么包粽傻眼。怪怪的，你第一条没用好哦，是这样吗？这里没有，你第一条怎么没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重用，是它第一条反正就会绕吗？也要绕啊，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一样这样。啊，怎么没有绕到这一条？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为什么？哦，你也打这么简单耶？而且我是手残族哎。哪有？没有绑过好吗？这是第一次玩。哎，这为什么？为什么？太难了吧？什么意思？你绕去还要再这样子，线还要再让它绕过去啊？这样子。你看，来绕，对。这样子。第一条就要先绕，哎，对。这样。对。这样。哎。来滑后。
他的手势到底是弄得好厉害，为什么弄得那么丑？一样照。对，然后。然后照到边转过去，哦，那栋来，然后嘞，把它绕到最旁边那那个洞进去，那这个，哎，这样，不，后面从后面这样，对，拉过来，对，拉出来，然后呢？然后开始四条开始拉，拉上去啊。他们怎么长那么漂亮，长得怎么那么丑？为什么？啊？嗯？哦？嗯？绕过来。嗯？跟我绕对吗？然后开始拉，往上拉。跟我绕对吗？就最旁边那个洞对呀、啊，穿进去呀、啊，把那。哦。哎，那哎，哦。然后，啊，这个好难哦，这什么东东西，这一点都很简单。哪有啊？你自己看那个比较简单，哦、这个好难。他两手有没有？各拉两、哦、一手拉两条，一手拉两条，后面一手拉两条啊。两条啊，哦，一手拉两条，两条。对啦，一直拉。为什么觉得很快？拉紧，往上，往上。确定这样是对的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搭得很丑，不觉得很奇怪吗？等一下，这太奇怪了吧。我有拉对吗？慢慢调啊，把它弄起来。对对对，对啊，这样子啊，让它要漂亮一点。这个手残在做手工艺，真的是很丑。干嘛？有没有觉得很怪的？你这样，对啊，为什么它不会蓬起来？等一下，等一下，对啊，为什么它的鬼蓬？先拿到我试的，拿过来。嗯，好像是分开，先拿过来，分开用的吧。分开拉上去的样子，应该是，好好笑哦，太难了。他好像有分两次拉啦，他好像不是一次拉上去。哦，他是慢慢拉的。集中在下面啊，这上面应该不会蓬蓬的。我哪有怎么，为什么可以弄得那么好看？然后我弄得好丑。那人家在绑头发的感觉。嗯，比较麻花卷的，你看，很像麻花卷。好亮，它弄完像麻花卷，不长这样。为什么刚刚弄得很丑？刚弄得超丑的，加油！那不是我的手机，那还是我的手机。
条线好像没有穿到，是要这样子。感觉这条线没穿到，就是冲浪，这样子对呀、啊。还是怪怪的，你不觉得跟他弄起来不太一样吗？就是集中在下面。因为我现在太高了，所以我要拉高。这样吗？对，声音怪怪的。穿过去。不会用的，我们两个人都不会用操手。我再试一次，我再试一次，你再试一次。那个地方没，感觉没用好。不过好像我们快差不多了。重来。在干嘛？拉线，还蛮难的。因为我们想做，我妈想做。就是用那个叫什么线，叫什么线，就是棉绳，然后做那个装饰用的那个花篮，对，花篮啦，那什么放花的到底什么事？我哥不在家，他要上班，然后我哥的房间变成我的房间了，因为房间全部都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电脑啊。没有我的电脑，我的荧幕啊，音响啊，有什么的。缩短，你变成短了。是哦。你往上拉，它就变短了。完，它就是没办法设定啊。因为它就会这样啊。它、本来就会这样，你要不能让它动啊，你要你的手动就好。有吗？你看你太舒服啊。那你不看影片，你在干嘛？我刚看了、差不多。换这一条呢？对啊，都说一样，这条都是这一条，不是，所以这条是不会动的、就是，你不要去动嘛，变好短，你看，可是它一直不往里拉。你看、你看，你又给它缩上去。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这样拉，它就会往上缩、你要这样，哪会缩？还是会，它这样子，它你看，它还在动，它还在动。它还是会动啊，傻眼。然后拉过来，那它是往，它是在前面的，它是在前面的，哦，它是在前面的，对。然后是它在绕，对不对？这样。对啊，我刚刚这样啊。哦，这个手要滑嘞，手要滑嘞。它、好难哦，完全不知道怎么动。换换这个。等一下啊！第一个洞，绳子。第一个洞在哪？这边。你确定好了吗？往下搭。两条两条这样子。没有两条两条一起拉，这样一起拉。它不是两条一起拉的。它是这样，它是这样哈。它没有两条一起拉，你自己看好像两条没有两条一起拉，它先拉完另外一条再拉的。又安成功了，好丑！为什么我们可以弄得那么丑？
慢慢来，慢慢往上拉。就这样吗？大家起。他好像颈就长这样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样子啊。好啊，看不出来，应该是这样吧。好。一样的方式，那不就不会动了啦。好难哦，可能要绑多一点才看得出来，因为这样只有两颗，看不出来它抱到底绑起来长怎样。我们要绑多久？它绑多长？好像有一点点感觉。应该是吧，心虚在做这个东西，很心虚，就可能要长一点才看得出他们的那个麻花的感觉，看起来像麻花，可能是辫什么绑辫子机，什么是辫子机什么，没有，还要补出来这里。
错乱吗？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弄到哪一条去了。要高一点，不用，等下把它再不用把它再抢。事故了，阿飞拿这里先挂另外一要打一个结。哦，给我大约就好了啦。什么打结哦？他教打结的吗？花粉大约就好了，没关系。花粉不要太低，半株这样。啊，不是，那是花粉的头上面。头？没关系，你就打这样而已啊，很简单，止结而已。是它的上面呢，花盆的上面呢。哦哦，那你要在上面一点吗？还是下来？还是这样调？这样调。嗯。然后四个高度要一样。突然不会打死结的。打什么而已，就这样。那高度差不多。这两条，这
这两条打一起，这两条打一起，这两条一起打这样，这两条打一起打，打结成这里，变成交就是两条，这两条一起这样子交叉，对对，出镜了。危险动作。说这个花坏掉，没关系。这里歪了。对啊。下面爆歪了，好可怜的花，掉了，它直接遮住了我的脸，大约这样，这样是花粉在开直播，然后呢？三秒钟。哦，一样啊，就是让它穿过来。唱错段。这样的高度，这样子一点点的高度而已，这样子，都这样子吧，一点点的，跨越这个高度可以拉开的，我拉开了，它这样子的高度，它完美的遮住了我的光，我的光呢？一样照刚刚那个编法，原来是我的手机啊，一样刚刚的编。就一样刚刚的编法，
对，一样刚刚的变化。怎么用后面那一条？快了。再站上去了，这样子，因为我们花盆到这个高度吧。这是什么打结？是什么打结？哦，再一样，这样就好了，然后一样编，可以继续编而已。花的不够啊！你看，就编几个啊？看，花后面越来越短，我要拿出来，那再让它上好一点。类似的，有线可以拉，好的，看起来很丑就是，他怎么可以长这样？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呢？剪掉。这一次好了，我觉得不够长。肯定要毁了。不会的，还是可以继续用。太短了，不好看。就拉的不好看，拆掉重用，不要。怎么热啊？冷气不是有开吗？走到流汗，很热，很热，好笑。这是什么东东？怎么那么难？很丑哎。其实也有一种方式啊，尿床嘞。应该会倒掉。
我可能会摔死。应该是还好啦，它那个蛮坚固的。进来，不要跑！我要把这个踩坏了。要重放，妮妹，来来来，妮妹来，哈哈，他只卡在门边不能进，然后我笑了。哎，算了，不理他，他等下就会自己跑进来。可爱。床底下不出来了，可恶！等他经过的时候，你们就会看他从这边经过。因为你等下自己跑出来。
本是要做这个吗？你原本是要做这个？我原本是要做篮子，这个可以用。要简单型的，从简单开始学吧。对，他是那个，他是隐藏版的主播，大家对大家的罐罐可能不够多，所以他不想出来。聪明，你看知道我要抓他来，所以他就躲起来了，超聪明的。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他都很紧张，冲到门前，哈哈，好好笑。还是一只还是蛮聪明的猫。应该抓壁虎，他俩应该会抓壁虎。
镜头。对呀，他知道怎么躲镜头。嗯，乖乖，啊啊啊！乖乖乖乖乖，这样子。妹妹，你坐一下，你坐一下。哎呦！我发现他有点难抱，我想让他躺着，他不想躺着，挣扎呢。好难好难，哎呦哎呦，噔噔噔噔，完成，蛮好看的啊，这我是用绕的。玩黏壁，我只想玩他的壁虎。我把你抓到脚哎！他跑超快，好好笑！他在逃命，逃命 NG， 完成。这是我和妈妈用的，但我一半不爱干嘛。同学应该更粗吧，可爱。可以重复使用，这样子，平均一点，这样子那样比较平均。OK， 下次做一个小提包，这条的，就是手提包的线是不是也好像也还好，手提包的线应该够吧。这好像更多了，难度要更久的时间呢，就慢慢用。我相信大家都在陪我用，他们陪我，然后看我耍智障，看我手残这样，还掉了一小撮，撮回去。谢谢阿恒的祝福，我有掉。谢怀娘子的祝福。很鼓励，他蛮胖的哦，他比较胖一点，大概，因为他布偶猫的品种本来就比较大只，他几公斤我没有算过，但是其实抱起来蛮重的，应该至少有，应该至少有三四公斤吧，怎么早就超过了？那应该有五，对，那应该有九斤，九公斤，我不知道。我没有上过啊，六公斤吧，五六公斤差不多啦，因为布偶猫都挺大只的，但它确实有点胖，有一点点胖胖的。我之前带它去打那个针，有这样哦，但是其实算健康的体型，对。那我们上次那只是不健康，因为它有本来就生病，它是长不大，所以它后来就去世了，对，生病去世了。谢谢红豆豆腐，谢谢太空人的鼓励，谢谢安红的豆腐，不需要，我不要，我不需要体重。我需要脂肪好吗？就是补这里的脂肪就可以了，我只需要补这两块的脂肪就好。你看，凹超级凹的，这边是凹下来的，没有肉，我也没有办法挤出肉。这是什么？然后这是什么？皮？
一点点啦，好痛啊、哦！但我拉起来其实有点像皮，看皱巴巴的。捏不出来，好难捏哦！到底硬要，我把我的粉捏掉了。我阿嬤应该会弄那个肉粽，可以有，我有肉粽可以吃，你们没有呢？可以有，我有阿嬤的肉粽，阿嬤肉粽。那我们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好，这首歌呢，就是礼拜五，哎、欸，礼拜五不是礼拜五，说什么明天？说什么礼拜五？礼拜五是下一次的时间，明天，对，应该是明天没有错。明天的晚上的时候呢，来练。师弟，是礼拜五、啊？是礼拜五吗？我改了吗？我不是礼拜，我不是写礼拜四哦。诶，是礼拜五、啊？诶，哦，那是新的时间了啦，我以为还是旧的时间呢，我也忘记我改过了。OK， 那就是礼拜五。好，礼拜五的9点，五号是芒种，是芒种。多玛的，哎呦，多吉的吗？乱唱。我以为是上个礼拜的时间了耶，哎，时间过得好快哦，这是废话，说什么废话？哎，不对啊，这是上次的时间啊，我改哦，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今天6月2号，等一下哦。哪有，明明就是明天啊，我写3号哎、欸，我写3号的说，哪有，他写错了啦，算了，我可能也没看到，他写错了。那我的时间明明就是写6月3号啊，6月3号啊，星期四啊，我打星期四哎、欸，什么意思？我看看，什么东西？你看一下哦。我有改吗？没有啊，等我一下。嗯、啊？哎、欸？啊？什么鬼？我没有改啊，他写错了，他打错了，我没有改，我没有改过那个时间，他打错了我的时间了，我是排6月3号的，我写给他是写6月3号星期四，而且我都没有再改过了。所以不是我打错了，但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他打错哎、欸，好好笑、喔。那就是星期五吧，反正他都已经打星期五了，就是星期五的晚上9点，嘿，就是这样。我很问号，算了。星期下，哎、欸，从下星期开始也是135135这样，对。但这个星期原本是星期四的，但是他打错就算了，那就是礼拜五，对，你就礼拜五吧，礼拜五的随便啊，其实没什么差，因为对我来说都没差，反正现在也都在家里，也不能干嘛。第那就是星期五的9点，星期五的9点，好，还好，大家有跟我说是星期五，不然我就真的要明天播了，其实明天播完没也没差啦。来看一下，谢谢玫瑰，
轩轩，谢轩轩。第九是暗红，谢暗红。第八是游戏咯，谢游戏咯。第七是心仪，谢心仪。那我新竹就不会开啦，对。第六是无糖，谢无糖。第五是 CQNK， 谢 CQNK。第四是太空，谢太空。第三是卡姆伊，谢卡姆伊，谢。第三是尾商，第二是尾商，谢尾商。第一是幻影战士，谢幻影战士，谢谢，耶。喜欢就是，因为什么时候播对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就想说想播就播，感觉心情会比较愉快一点。因为就有时候会突然来一个，就心血来潮，就你会有那种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干嘛的那种事情之类的。我有时候也会突然心血来潮想开直播，你知道吗？然后可是那刚好那个时间又没有，就是没有拍，然后就会想说，觉得没有拍，然后突然开很奇怪，然后算了。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突然想开直播，可是又没办法，因为没有牌，就觉得开又很奇怪。Hello， 拜拜，大家晚安。看一下我们的作品，后天见作品，这是我和我妈做的，占我一半，不知道在干嘛。今天这是我的小手把，公车手把，萨库拉是怎么用的呢？Sakura 的话，降勾好危险哦！是 Sakura 的空车手法。大家如果上捷运的时候要这样子勾，能走就勾得住，快笑死！真的要降勾哦，对。Sakura 的搭车方法，咦，好厉害啊！下面是妈妈用的，没有打结是我用的。跟这个，我看会掉，对，会飞走，千万不要这样子打车，很危险。这是什么植物来着？忘记了，它是什么多肉？它有品种吗？没有，忘了，忘了它的品种。总之就是多肉名称的，忘了它的名称，对呀、啊。拜拜，降勾，降勾，超难勾的啦、啊！这种勾好笑哎、欸，啊！我就飞走了。好嘞，拜拜，再见。啊，是多肉植物的一种，但忘记它们的名称了。就先这样啦，晚安。拜拜，后天见。对，后天，好的，后天，很容易忘记后天。拜拜，晚安。新月啊，清月，新月，听起来很浪漫的，新旧的新，听起来很浪漫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月亮的感觉，圆圆的，新月。听起来那个什么《暮光之城》的名字，《暮光之城》另外一名叫星月，对啊，《暮光之城》有一部好像第二集叫星月，超好笑，一模一样，拜拜。